桃仁道毁灭女友受依囚两年，早前被裁定刑控非法禁锢同袭击伤人罪成的兽医蔡双琪，寻日呈上过百封求情信，力证自己有爱心收留遗弃动物。但案情指佢喺 Facebook 见同居女友同其他男人揽头揽颈嘅相，醋意大发，闹女友搞三搞四，仲推佢落地，唔俾佢离开添啊！我咁爱你，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啊？我好想死，同你揽住一齐死啊！话口未完，就拖女友去手术室，将用嚟人道毁灭动物嘅药注入针筒，准备打针之际停手，女友报警。心理报告话，被告自私，中意操纵，当女人系发泄对象。法官就话佢使用暴力，令女友服从同受惊，判监禁两年。